跟张悬表演也是这样的。你有唱吗？他不是一样唱完了？是吗？今天跨年的第一首歌哦。哎，你有唱表啊？因为我怕就是讲太多话，就是过了跨年的时间，非常对不起各位。你有唱表吗？好，我马上进入正题好了，因为我觉得讲太多话不好。不会吗？好吧，吴志宁，为什么要唱这一首歌？第一个，早起去爬山。因为我才刚从山，刚从山上下来。我前几天去爬，去登山，登那个向阳山嘉明湖。嘉明湖这么红，我刚去的时候完全不晓得那是哪里。后来我去的时候就发现惨了，这样。对，不过我还是活着回来了，对，就唱这首歌这样。早起去爬山。早起。